004-136。004-136，恭喜你啊！狗狗若是你的啊！抽出最大奖电动机车一台，直播现场气氛相当热烈。由高雄市劳工局所主办的魔力双重奏抽奖活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波重头戏，劳工局的主秘也到直播现场一一抽出奖项的幸运得主。044-048。044-048，我们在这边放在上面让大家作证一下，真的是这个号码哦。这两年的疫情确实对于我们视障按摩站的生意还有它的营运有受到蛮大的影响的，那也很谢谢啦，看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很谢谢我们的市民朋友对于视障按摩站的这些协助还有支持。我想我们的视障按摩师都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也经过国家证照的认定，那大家如果有身体筋腱哪边不舒服的，去先试试看，我相信你一定会上瘾的。劳工局一直以来大力推广视障按摩，每年都举办不同的活动，而今年呢，只要跟劳工局配合的视障按摩据点消费满30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其实这个活动主要是想鼓励民众多多到视障按摩的据点消费支持，而配合父亲节更是再加码推出一波活动。接下来我们在8月27号、28号，我们会在我们的巨蛋的户外的展览户外的场地那边去办一个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一位来的市民朋友我都可以享受10分钟的免费体验。除了免费的按摩体验以外，我们当场也有准备一些咖啡小餐点提供给大家。10分钟的免费体验，让民众可以透过活动进一步感受视障按摩师的手感，欢迎市民朋友一同来参与。记者高雄综合报道。